殿下，魏军已向码头推进30里，援军迟迟未到，粮草不足，若魏军此时兵临城下，怕是没有什么把握。信号，为了毁灭证据，你竟敢烧毁左明曹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身为曹参军，临阵而逃，无兆而回，极有可能已经叛变投魏。太妃，你如此阻挠，可是太妃你心怀不轨。四哥，魏军为何突袭南边？难道他们是想灭掉我们的后方，直攻码头？殿下，我想随军去找沈直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这么任性？因为我想见你，我只要可以见到你，跟你在一起，我就够了。殿下，求求你，想办法救救彭城王吧！救命了！走。殿下。